我受伤了，富婆姐姐在家给我当护工，结果……你愿意娶我吗？不行，你先来啊！给你洗澡啊！不是姐，我是一洗就行了，你别闹了。那你再滑倒怎么办？我不会的，我拿了个凳儿，我坐凳儿洗就行。那你后面也够不着呀。姐，我受伤的是脚，又不是手，我能够着。再说我洗20多年澡了，我还能洗，不会洗吗？哎呀，小豪，我觉得你没必要忌讳这么多。你说在公司我是你的上司，在家你受伤这段时间你就当我是你的护工呗。姐，我没有那么矫情。哎，我是怕你二次受伤，你赶紧腿好了还要给我打工呢。我在家办公不也一样吗？我可舍不得。哎呀，好了，你洗吧，洗完了叫我啊，我给你扶回去。哦，好。姐，你踩的啥呀？这是。这个项目你们小组审核好原因就行了，我店主的事情别忘了啊。好的，领导，马上审核。OK，大家辛苦了。不是姐，你要公司有事儿，你先去忙吧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自己在家没事儿。哎呀，谁都没有你重要。腿还疼吗？好多了，已经，我觉得明天就能上班了。那不行，还得多休养几天。来，给你敷药。不，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中药，找了老师傅给你调的秘方。哦，好。姐，我左上角领的苹果15 Pro 到了，你帮我拆一下呗。上次还不信，这不是到了吗？没想到下载随便玩就领取界面了，点领取今天就到了。平台验证过左下角自制的，下载完成任务，苹果、华为随便领。还有华为呢？上次左下角苹果15 Pro 是保底不限量的，这次新增8000台华为 Mate 60 Pro，领多领少全凭本事。那我还能领吗？链接在就能领，我左下角是优先领取链接。现在下载还有 iPad Pro 配套送，不过只有3000台，想要抓紧去。啊，那我再去领。这个药敷上去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？还行，挺舒服的，我有点困了。那行，快别玩了，赶紧睡会吧，我再去给他们开个视频会议。姐，我愿意。吃啥呀？鸡蛋啊！你来看个病人，你就买那么点鸡蛋？